係阿 Ken 係竹棉館嘅其中一個 founder。我叫阿陸，亦都係竹棉館嘅其中一個 founder。竹棉館依家我哋發展咗第八年，發展到五間分行，雲頂係我哋第一個喺商場嘅 outlet。點解我哋叫竹棉館？中國傳到而家雲吞麵都係用竹幹嚟按，所以會有呢個竹字。竹字寓意就係節節上升，生意都會蒸蒸日上。另一個就係竹料呈現。我哋喺香港、澳門做嗰時，睇到 Malaysia 嗰時比較少港式風味嘅雲吞麵，所以我哋就將嗰度學到嘅嘢帶咗翻嚟 Malaysia 咯。所以創立咗竹棉館，主打係雲吞麵。我哋連是需要走簡，走簡過後放一至兩日，主要原因的走簡是保持它的韌度，飛化了它的簡味。講到濾面，必須要我們的面是引開去掟落個滾水度濾，六至四至五秒需要去過冷河，過冷河才再落多輪，就變成我們的面是行到百分熟的，再加落個湯呈現到客仔面前就是十分熟了。雲吞主要是拿八分蝦兩分豬肉，鮮蝦雲吞只是蝦的話是比較乏味一點，所以我們加了兩分豬肉下去，提高了它的口感味道。我們每日賣出不會少於20000粒雲吞，我們一個月都會引入差不多1000K 的蝦肉來製造這個雲吞，跟著的湯我們每日煲都要超過8小時。我們本店的第二個招牌就是豬骨湯麵，豬骨湯麵的湯底可用了大量的豬骨去熬煮8小時，入面的材料會有豬肚、肉碎、豬肝，還有豬肉片。豬骨湯麵，我哋係採用沙拉瓦嘅胡椒去炒香起，跟住去熬呢個湯底嘅。咖喱麵我哋會係採用16種香料熬呢個湯底，亦會放鮮蝦雲吞、叉燒、魚皮豆腐煲、新鮮嘅樹蠶。我哋嘅叉燒外脆內嫩，入面又有肥，出面就比較焦香。竹棉館最近就推出一個新嘅產品，係叫麻辣湯麵。我哋會係引入咗中國一啲新鮮嘅香料熬製而成嘅。竹棉館都會賣香港嘅手工點心包，會有叉燒包、糯米雞、燒賣、流沙包同埋排骨。我哋嘅流沙包係主打之一。如果你哋食唔到流沙，可以一粒換一粒。我哋呢個七味豆腐係採用7種唔同味道嘅粉製作而成，係一個香港師傅教我哋嘅，呢係曾經攞過米芝蓮獎嘅。XO 醬炒蘿蔔糕係用我哋嘅秘製 XO 醬加入蘿蔔糕嗰度，跟住要炒到佢好有鑊氣，仲要確保個蛋係要煎到香嘅，那個味道就會出到嚟啦。未來呢幾年，我哋希望可以進入食品網，同埋推廣我哋帶俾大家嘅美食。多謝大家支持。